真的太无言了。他当逼我问他说，你有男朋友吗？这个。今天非常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天，反正总之呢，我们今天早上原本是要来考那个来上 AI 课，因为我们要考证照。结果呢，我们昨天就在想到底要不要考，结果我们就查了一下，不用考。然后那老师也说，我们两个干嘛来学校？其实你们两个可以不用考啊。他还说，每次都是你们两个搞不清楚状况。明就是他每次都讲不清楚，在那边说我们搞不清楚状况，而且我们刚还很困难，两个直接在那椅子上，想说天哪，我妈这样做到五点根本就没办法。反正呢，我们现在在思考我们等下去哪里，毕竟现在才早上11:30。我们本来是打算5点下课的时候呢要去悠闲的吃晚餐，然后逛街，但我现在时间也太多了。没错，我真的太无言了。我怎么开场就直接这么无言？我刚刚看到我们两个很搭，你知道，你的口罩配我的，我的口罩配你的帽子，然后你的口罩配我的衣服。我今天差点要跟他穿一样，还好没有。他今天穿的那个有点……我是小姐姐。他今天很心机哦。我们今天要去看他昨天遇到的，昨天发现的小鲜肉。我昨天跟他讲说，他帮我搭讪要 IG， 然后如果成功的话，他请我吃饭。对对对，然后如果请他哪够啊？吃饭哪够？啊！可是我也不敢要，其实为什么要牺牲我的面子啊？他今天忘记画眼线，然后去买了一支。现在没有画眼线，都看起来有点素，所以必须。然后我现在要来画，你可以把眼线给我吗？谢谢。你好，好嘞，他现在要开始画了。我知道为什么你说手机不行，这感觉有点，对不对？还是你要看大眼，大眼会比较好。还是我要去厕所看有没有厕所？有厕所吗？就是很臭。啊，镜子你进了？我没进去，因为外面就闻到味道。真假的？那你要去看看。这样够亮吗？这样。你、这个笔怎么能画？要帮他打。为什么？帮我转。好。开心啊！我很少路边有这好。左边好脏哦，根本在秒。他说今天右边画的比较好。对，这样有看看不出来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来试。超舒服的。他本来是想看这双，结果刚才看到这双，我也觉得蛮可爱的。前面的头是有点圆圆的。奶茶色。听不到你说什么？有点很小声。就穿起来感觉有点薄，我就觉得蛮不问题的。算你换另外一个。就另外一只脚看，哎，这好舒服哦，这比较舒服哎，很好看哎。你在犹豫要不要买？刚刚试还不错。没有没有在考虑啊，我本来就打算要买，只是在想要不要什么时候对。啊，他在考虑要不要今天买，迟早的问题，早买早享受，直接买了啦。还是你今天直接换？大家。完全根本就没有在犹豫吧。可是这个会退流行。我喜欢，这个很可爱啊！哎，这个这个镂空的，这个超可爱的，这个帕帕，太可爱了吧！帕帕，阿斯伯派，我觉得要这种牛仔，有没有猫猫？这很可爱耶！哎，这个。他们这个唱上去很可爱，这个才可爱嘞！这个字太扯了吧！
我们现在在犹豫我们要试哪一个。拿到一个绝妙点子，我要吃那个九又四分之三月台，在这个袖子上非常适合。我的刺青非常好看，你说这个吗？我觉得九又四分要用这个。对，好的。他吃了这个，这个字的后面啊，所以这个字就会消失这样。他现在在看可不可以用那个九又四分之三月台。用这一条，因为没有中间那个 percent。期待的眼神，手好抖。他又把耳环用坏，不是我弄坏，我放口袋，我放口袋，就这样子断掉了。虽然这已经戴过无数次，但是厉害，好难过，算是佩服。我到现在一个耳环都还没坏过。我的耳环坏掉了，然后想要找一个替代的，然后就看我看到这个，超可爱，这个没有，超可爱，还有这个花花的，可是我在犹豫，因为我觉得这个。这样子的设计很容易又断掉，你觉得呢，同学？哎，才刚说要不要买，就我已经买了，超好看！哦，你不要再买这个了，很可爱。它已经它有蓝色的了，然后还可以两面穿，然后现在又要再一个这个。这个很可爱吗？没有，可是没有打折。我们要来吃炸牛，炸和牛。好吃，好吃到把饭吃完，超推。但他觉得他不饱，他吃了两碗饭还很空虚。你说你一到十分是几分？四分饱。食量大的朋友千万不要来哦。面包店买了一个肉桂卷，看起来超好吃，我刚刚拿去烤，上面有焦焦的感觉，我觉得是偏湿润的，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它吃起来有点像 Dreamers 的肉桂卷，它的味道，它这颗78块，是这家面包店，这家面包店买的。大家看我这个3000多块的虚影包裹已经到了，它真的比我想象中还快，这么大，很重一个。就我上一次不是说我要拍惊喜购物嘛，然后想说就是现场开这个，就我后来想到我有可能会要退货，因为我有些东西是想要拿来尝试看看，我怕等我要拍的时候已经来不及退货了。重点是我真的超想先看，我发现我戴耳机讲话觉得很怪。好的，我已经全部大概看过一遍了。好，这支影片应该会是这支影片的在下一支，应该啦，如果我有赶出来的，我们大家请等我的开箱影片，因为我还有两个包裹还没来，敬请期待。我要出门了，穿的一个长袖，这是我过那么久第一次穿长袖。好，出门。你怎么这么短？怎么那么短呢、啊？你这样好可爱哦。哎，
哎、欸，你这样子好可爱，你这样好像你喜欢。没有人知道我剪头发，然后你现在拍了不就大家都知道我剪头发？没关系，你朋友也知道吧？没有，没关系啊，我发出去的时候大家也知道了。你讲一次那小孩叫什么名字？不要不要，不行。啊，那我帮你放图。好。哎、欸，不行不行，不能放图，我管你了。他说他想要，他就想要学那个小孩剪头发，他以为自己这样可以跟他一样可爱。你比他圆很多啊。不行。而且你那个痘痘太明显了。那可以等一下再看啊，现在看一下下一个。到喽，真皮茶店。On the outside, looking in, I really wasn't sure what I was getting. 薯条。再给大家看一下他的头，真的是整个脸都一脸不一样。阿夏，你这辈子就这样吧。很适合你哦，这是我们点的蛋黄培根意大利面。我们点了一个经典的忘记了，好像叫什么布鲁克林跟墨西哥。好、哦，这是忘记叫什么名字了。好尴尬、哦，你不适合当美食那个。有墨西哥辣椒。不适合当吃播。你就单纯生活。我没有想要当吃播。哦。我们吃完了，超级好吃，非常推荐大家。叫什么？对不对？好，叫什么？一到十分给几分呢？我给九分。好，8.5。8.5，啊叫什么？你为什么说叫？我叫我有拍啊，哦、小纽约披萨、okay。小纽约，我就是要讲小纽。你就是你要讲，就跟你自己讲嘛，干嘛 cue 我呢？你现在要在大家就吵架？你知道我已经半年没跟他出来吃饭，他现在变得很欢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公司啊，那个说伊隆马斯克，就是特斯拉的那个。不是不是，我听他说他是新。我没有说你一定要录，他逼我要问他，我没有叫你录哎、欸，我只是说就平常讲话哎、欸啊。好，自己那边自己瞒自己，然后关我这张。不用，我把你那个讲干话立刻录起来、啊。我真的会受不了。他刚逼我问他说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有啊 ，but he is from another nation。你要说 a nation？ What nation？ Imagination 真的在 imagination 拿来听来的笑话，就迷音了。哎，不要再吵了啦。这里聊天，给大家看我刚刚买的东西。噔噔噔，是《哈利波特》的精致版20周年版本，非常好看。你帮我拿一下，谢谢。你看它这里还有这个，然后你看它，非常的，是英文的哦。噔噔噔噔，大家我会看的好吗？最近就把它看完。噔噔噔，超美的，完全没有理我的意思。我在看要不要买这个。他要我送他生日礼物，可他生日还有8个月吧。我观众好像没有对这种有兴趣了，观众不是宅炮啊，观众跟你不一样。如果宅炮，我们可以交流交流。那麻烦留言哦，留言可以跟谢慧你当朋友。带那蓝色灯，谢谢你给他一个特写，不会啊，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礼物就这样子喽，就这个画面。屁股抽筋。穿鞋穿到一半屁股抽筋，好了吗？屁股好了吗？没有穿我的鞋，我每次都把你拍得超丑，害我无家可归。怎样？我看下面硬要试穿我的鞋，然后现在脱不下来。有了啦，硬要啊！你这是欠骂，很热哎，你的脚啾啾啾啾，不会有气的小小灰，什么意思？我帮你后悔，也不知道后悔有几，我不知道走掉太快了吧？啊，大家拜拜，再见。今天呢，我要跟王同学去台中，因为呢，我们的实习老师要
去台中拍摄，所以呢他就带我们两个去，就那个拍摄好像蛮快，所以基本上是台中一日游。今天穿得非常好看，我要出门了。哇，这阳光很赞哎！再再演。拿了一个豆巴拿豆浆。从早上十点买到三点的豆浆还没喝。什么狗狗？我吃辣酱口味，你吃什么？起司口味。好，我来吃吃看。拉面口味，不是拉面，是拉面，不是拉面。我们要去吃一家浅一点，然后还好肉桂卷。草莓、海盐跟巧克力，好香哦！肉桂卷太香了吧。